镜头我是来嘉义市，嘉义市九华山提总案办理当年救济金发放活动，针对嘉义县市各个收入户，每户发放4600元甲日常生活物品等等，让弱势民众提早感受到过年的温暖气氛。这一次发放嘉义市1310户，金额有6,260,000元。嘉义县总共有1826户，金额8,390,690元，总计有3136户嘉义县市的低收入户受益。林泽乡近届七九三地藏庵在庙埕举办当年救济金发送活动，这一届关怀弱势，每户发送4600元，现场更提供白米、物资等救济品领取，让弱势朋友做好准备，过一个温暖的农历新年。这个善款的部分呢，哈，十几年来累积哈，拢已经破亿啊，哈，拢破亿啊。那么在这个过年寒冬的时阵呢，哈，菩萨一定要让大家较温暖，啊，配合哈市长的施政，啊，照顾弱势。啊，好，即个吼，较经济较有淡薄仔困难的人呢，吼，会当过一个好年。啊，所以每一年吼，伫中央会伫个过年的中间呢，咱一定含即个变年号的迄个年菜，咱嘛拢做伙来甲发放。啊，好，市民吼过一日安尼小小安尼补偿的一算呢，小小的确信。那么咱即个菩萨的吼，会永远继续做落去。啊，好，嘉义市吼是一个充满温暖。大家吼阳光的所在，该市长免费也特别到场，感谢地藏庵的善心义举，让温暖照亮该市每一个人，帮忙该市长做未到的所在，也让菩萨的心普照到每一个角落。在这个节气当中呢，我想我们要互相鼓励，互相加油。那每一次过年总是遇到寒冬，那我想今天这个时刻。早上天气还非常的寒啊，严寒啊，十几度呢，噶即马就逃出来，即可比着地藏庵哈，咱地藏庵，咱黄董事长噶所有董干事，大家人会当带领志工朋友噶善心大德，这回来帮助咱真济啊，很多的我们的低收入户的好朋友。甚至呢，对于我们边缘户也都有很大的关怀。那今天发放的有1310户的低收入户，而且包括白米代金达到4600元，那也是为了帮助协助我们许多低收入户朋友能够度过寒冬。那我从这边呢累计起来，对民国九十四年开始，到今嘛，17年来已经累计了。有1,690,000,000+，而且受到照顾的民众有47,000户。我想这样的温暖，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已经走出他更好的未来。这一届当年救济金发送对象是该县市各个收入户，每户发放新台币4600元甲物资，该市总共有1310户，金额6,260,000元，该县总共有1826户，金额8,390,900元，总计3,136户，该县市各收入户受益。新闻调频该市采访报道。